如何让生活更甜滋味？也许品尝新品甜点也是选择之一。连锁面包企业在公馆商圈设立分店，新上市的起司流心与园丁乳酪蛋糕，严选日本时盛四叶乳酪制作，每口都吃得到来自北海道的香醇浓郁，冰凉绵密的乳酪蛋糕体，加热还有流心效果，激发民众的味蕾。另外，日式缤纷可颂系列也别错过。起司流心蛋糕，就是你稍微微波一下，30秒、40秒，它就有流心的感觉。那如果在夏天，你想说吃的冰凉一点，就放在冷藏，吃起来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，两种风味都非常的好。口感就是绵密，然后又有那种流心吃在嘴里面入口即化的感觉。可颂就是很酥脆，那我们可颂有四种口味，有抹茶红豆，然后有原味，然后有巧克力，那也欢迎大家都来品尝。品牌在台北也有十几年了，那最主要我们希望能多元的来服务顾客。那像除了我刚刚提到这个几个新品之外，那平常一些面包都是一些健康养生，比较低糖低油的。起司流心蛋糕灵感来自于品牌热销的流心月饼，切开来就可以看到浓郁奶黄流沙，咸甜滋味，多层次口感。新门市结合职人系列饮品，打造复合式空间，让顾客可以内用休憩，惬意享用美味。是啊，那我们这次是有别于以往我们门店，我们这次最主要是有一个复合式的一个销售的方式。那公馆这边呢，就是也是学区，那也有住宅区，那也有更多的上班族，我们希望能提供在地的居民有一个很好的休憩的环境。那除了吃甜点面包以外，也有地方可以坐着跟朋友家人一起来共享美好的时光。那我们的原物料就是选用一些比较好的原物料，那价格也是算平价。那我们在7月13到7月17号5天，我们是满200送100，然后每天都有限时限定的买一送一的产品。那希望各位消费者能多来看看，那也来享受一下好吃的甜点跟面包。目前新门市试营运全店有69折优惠，业者松口这是首度最优惠的折扣，接下来还有消费满额送折扣、来店加码送月饼、天天买一送一等活动，邀请民众把握限量机会，率先品尝好滋味。记者温俊台北报道。